战黑暗女王。瞧，太阳要落山了，今晚在毛毛家会有什么趣事发生呢？哇，好多好吃的呀！吉吉，喜欢就多吃点啊。嗯，已经跟你家人商量好了，今晚啊，你和毛毛住。好，吃吧。谢谢毛毛爸爸。真好吃啊！哎，这灯怎么了？我去接个电话。喂，你好。哦，是丹顶鹤先生啊。吉吉王子，尝尝这个。好好好，我现在过去。嗯，再见。爸爸，不一起吃晚饭吗？丹顶鹤先生家的房子出了点问题，我得帮忙去修修，我会尽快赶回来的。你们俩早点睡哦。好，爸爸再见。毛毛爸爸再见。耶，毛毛，咱们玩游戏吧。好，玩游戏去了。毛毛，我来喽。吉吉王子，吉吉王子去哪儿了？在这儿呢。我要睡觉去了。啊，再玩会儿吗？啊，吉吉王子，吉吉王子，吉吉王子，你给我讲个故事吧。不要，我要睡觉。可是睡觉前爸爸都会给我讲睡前故事的，不然毛毛睡不着。好吧。你想听什么呀？我想，吉吉王子，等一下。讲哪个呢？哎，就讲这个吧，大战黑暗女王。好呀，好呀。很久很久以前，在森林深处住着一个黑暗女王，她走到哪里，哪里就会失去光明，变成黑乎乎的一片，什么都看不见。好可怕！不怕不怕啊。本王子在呢。有一天呀，他先偷走了太阳，然后又偷走了月亮。怎么办？整个森林都变得黑漆漆的。吉吉王子，黑暗女王来了！黑暗女王来了！毛毛，别怕，本王子先去看看。外面怎么也都黑了？这是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毛毛，是停电了，不是黑暗女王。你看月亮还在呢，只是停电了而已，别怕，有本王子在。可是毛毛最怕黑了，怎么才能变亮呢？变亮，有了，这下不怕了吧，快睡觉吧。吉吉王子，我想上厕所。给你，快去吧。我怕黑，等一下黑暗女王来了怎么办？你也太胆小了。吉吉王子，你陪我去吧，我怕黑，好不好吗？好吧好吧，有本王子在，黑暗女王来了也不怕。你看什么都没有嘛。吉吉王子。是苹果而已，看把你吓。吉吉王子，黑暗女王真的来了。吉吉王子，我害怕。别怕，还记得我之前说的故事吗？勇士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战胜了黑暗女王，所以现在让吉吉勇士来保护你，来吧，黑暗女王。吉吉王子，我也不怕。对，毛毛也是勇士。毛毛，跟着我。
奇迹王子，这是哪里呀？嗯，我知道了，这里是暗黑森林。帅气的奇迹王子和英勇的毛毛勇士来到了这里，大战黑暗女王。女王，我们才不怕你！冲啊！奇迹王子，我快要被吹跑了！毛毛勇士，啊！抓住我！毛毛勇士，你没事吧？黑暗女王真厉害，不过我们不怕她。毛毛，上！还想打败黑暗女王？先过了我这关再说吧。是谁在说话？你们赶快离开这儿，不然也怪我不客气。这谁在说话哎？你们不能在这儿逗留，赶快离开！你们听到了吗？放开我！我可是黑暗女王的手下。我才不怕黑暗女王呢！不就是块石头吗？我们才不怕你呢！快跑，毛毛！哇！来呀来呀，上来抓本王子呀！这是什么东西？什么黑暗女王啊？刚刚黑暗女王来了，害得我们家里黑乎乎的，吓坏我了。没错，黑暗女王还派出了石头怪和树藤怪，都让我和毛毛赶走了。这就是你们打败的石头怪和树藤怪？原来只是普通的树藤和竹篓啊，我还以为……哎呦，家里怎么乱成这样啊？是啊，打得太激烈了，没想到就弄成了这样。黑暗女王终于现形了，让我们来打败你。爸爸别过去，有危险。刚摔了一跤，没事没事。毛毛爸爸，毛毛，黑暗女王呢？哪有什么女王啊？看上面。原来是被单挂在藤条上面了。啊！本王子竟然被一条被单吓倒了。所以啊，根本没有什么黑暗女王。原来我们害怕的东西，好多都是自己想象出来的。你们现在还怕黑吗？我们可是勇敢的王子和勇士。其实啊，黑夜是正常的自然现象，并没有什么可怕的，只是因为我们看不清，所以才会想象黑暗中有些可怕的东西。只要我们鼓起勇气揭示真相，就不会怕黑了。好了，孩子们，该回去睡觉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是不是也很怕黑呀？
其实黑暗并不可怕，只要俺们勇敢一点，就能战胜它。再见。